看着后面那个大铁锅没有？啊，看着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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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今天炖个肉吃，你就看这几个，啊，炖哪个？我就说你这小狗，你上来就炖主人，行。哎，第一个炖主人是不是？那扔锅里，我都跟你说，咱们炖一遍。第二个炖哪个？啊，第二炖猪肉，炖好了。第三个呢？啊，炖驴肉。第四个炖哪个？就炖那些啊，不行不行，滚，不行，你坐好，你坐好。那能炖这，还有一个没炖呢，你就炖那些不能行吗？那锅大能招下，这个炖哪个？不是，你左手选一下这个，右手选一下这个，左手选。你就眼睛近视，俩眼是6.8的吧？你看看这块有那个。你过来过来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你看这个，你坐完直跑吧，你坐好了。你看一下这个呢，能炖呢。